法师猎人，你们两个中场打不赢，就没得打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下车一个下车等同两个上车，你想着下车是不是不可能赢了？你先打一波下车看看吧。嗯。猎人好了，猎人去上车吧。我怀疑你们中场打不打得赢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打不赢，千军接那个阴谋吧，千军接那个魔法。我去上车，你们中场要打赢。哎，他是战士，你踩一下就回来，踩一下就回来。对啊，是不是会好一些？看你。那个心狠盯那个术士，然后那个千军盯那个，他是兵法、欸。走左边哦，走左边，左边一点。是跟他们去了兵法突然是。暗木吗？好啊，那个谁，千军盯暗木，心狠盯那个。金钟啊，已经下车，也已经下车。那好像也是要进。A 波。OK。光环掌阴霜之柱，治疗术，净化剧组，没有闪电。他们打中间后排。我让他补。命到中间排。我写。刷好。哎，进车。阿木阿木阿木，他信箱信箱转否转否，他牺牲。黑起来，我的血。猎人上面有人吗？收掉。我抽张，不行，再打不起来。上车拿得回来吗？不用上车掉了刚才，我没有领导。OK， 先踩稳，我踩一下中。哎，五号单，法师打掉，法师点掉，法师点掉，他老单，能掉电话他无敌，电话他无敌。可以了，烧点法师。下车拖住。OK， 漂亮。龙皇打龙皇。拖他们一堆。他妈来了，拖不住。拦他们那边。刷血。OK。门少人补了，那不可能。他们不是龙皇死了。他健在还是健在？点血吧，点血。伤害险现在人在治疗术，驱散成功，死亡缠绕，血红不太壮胆。我这边没补，肯定会灭。死了，不要开张，直接死，不要开张。聚焦式电疗，法术封锁，控制成功，封锁。净化术，我去下吧，我去下车，他们应该会拿下。壮胆结束，束缚式风暴。他们来下。对，我去冲一波下，下要拿的。我等我。真的死快死了，不用叫他快死了。这是刚才没补，就直接放给他们杀。这个 DH 单独落单。群，我把三车踩一下，打下车，都冲去下车。我们人不够，不行。哎。我先拿上，对，忘了叫我改掉他。我们方中也要拿上更加。打巡雨，那么一下车金的话，你们先站中场，他车位出。猜错啊！3、2、1错。另外一个车三秒后。出了，踩，先踩，我改掉三个。都进来。驱散成功，冰霜之柱，缓冲恐惧，盾法驱散受伤恐惧，治疗术，治疗术，至少一次风暴阵打断成功，打那个上吧，不好打那补上。
哎，那个阿木也行，阿木也行 ，OK， 木是木上马上马上马。威慑结束，打断电报守护，目标掌握，治疗术爆裂神机，星界战斗仍在结束。拿个冰法，拿冰法，拿冰法，冰法，冰法。跟到，跟到，跟到。艳阳打断疗术，大爆发，大爆发。巫妖之水晶，治疗守护混乱星星界转移结束。啊！别拿了，他们两个上来偷。上来宝石，宝石清掉，宝石他们可以清掉，他们可以清掉。上掉了，应该没有。下次进来，下次进来。启动虚空。宝石可以死哦。滑头，滑头，滑头。滑头跟到，我马上冲中，冲中，冲拿拿中，拿中，拿掉，拿掉这样拿中。滑头狙击他们技能，他们技能，滑头狙击他们技能，补是可以死一个，有盯着他。哎哎哎，然后右边颜色你们还没清掉。没有，你们没清掉，你们都不要去了，因为我没有在。下路。是我们的，本来下车是我们的。对啊。跑掉了。神圣狂热。不行，因为伤害他太多，应该是。复仇之路，恶魔变形结束。黑暗灵辉伤害还好吧？有点数字比较少。束缚射击，恐惧，恐惧，大宝之传魔利刃，剑月风暴，能量灌注，徽章。不倒，不倒了，不倒。啊。禁锢。打算成聚焦治疗术，壮胆酒净化术。准备取云，云道云道，收牌。不行了，上上输点吧。分差太多。人物，你不是不是可以给我一个加，给一个加速技能吗？你叫木子吗？